撮った？一回軽く押して、もう一回。官僚が王様みたいな人。今入ってるよ。え、いいんだよ。どんどん説明してくれていいんだよ。はい。こういうのどっかで見たことあるな。これ古いね。はい、どうぞ。现在是在执政员。这边锁进去。
这个叫，我来看一下。这个字我也不识，叫什么香馆？简直是文盲一个。那个我妈兜里兜里的，反正我这么子经用用啊，我这帮你咋也差不多，我这比你用了神，这些这么子我付了的。别出场景了。这个是。这边是一条。螳螂。螳螂，每一个你他们给你餐。在那边的，快忙起。这条长廊上面的窗每一户的形状都不一样，所以从这边往那边看当中的湖啊池塘啊，一步就可以换景。对对对，这个就叫一步换景。那每一个都不一样的啦。对，ここ一枚写真撮って。撮る？今。こんなんでもいいよ。那这个好货，来这买这个。我来电视上看到的。你记得位置。声音开始。一、二、三 ，OK。啥子好货？我可能不上海。不红的，不火的，李梦玲那代有的。那这叫什么货？有那我了，这个叫铁树。这个叫铁树，大概在马来西亚也是很多的。铁树。它是属于热带植物。
まだ終わんない。はい、終わり。戻るだ。38万。色戻ってる。あ、私全部終わったら1日ゆっくり動かして、ゆっくりゆっくりね、ゆっくり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ゆっくり動かして。わかりました。10拉带走着。大概在哪里？你多少公斤的？太远了，公斤了，谁来买？公斤了。我这样，不跟我这样。太远。现在我们是王迅走进了镜头。从左边，咱们从右边进来。我不知道现在是哪边。从这边，这边。现在这种眼镜套听得只会看得清嘞。然后就会捏捏，然后。你想，伊个是哪个？哪个阿拉拍了？我拍成了一个沙坑。刚才我们走过了一段有山有湖的地方，现在我们走过这条长廊，过去就是别有洞天。好，让我们一起过去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娘的青菜菜。啊！一脚踢头。